中秋节愈来愈接近，应景的油画也是未当欠缺的一个元素。农委会甲地方政府两款业者都来合作，推出购买国际调味包装的新鲜蔬果，也是喜货。只要消费满五十块，就当享有用九块加购油画的限时好康。邀请民众到店来三听台湾的农渔民。如果特别到了品尝油画的佳节，今年农委会特别举办活动，提供来自台湾各区产地直销的油画。随着全台湾各区天气、土壤的不同，各区的油画拢有着不同款的特色。中南部的文旦呢，它的肉质比较细，是云林我们的斗六文旦呢，他们甚至于用这个鱼翅文旦来形容，所以再加上呢，它吃完以后呢会回甘。是。那北部大概就是以台北的八里，还有苗栗的西湖哦，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产区。可惜它大概的果实上可能会比一般稍微小一点，是水会没那么多，但是呢，它的果肉特别的 Q 弹，而且果肉紧实，所以吃起来非常有一个浓郁的感觉哈。那在东部的柚子呢，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 Q 弹。那其实呢，我们还有多汁，其实我们台湾的柚子每一个地方都是多汁又 Q 弹。这期白露正好是台湾文旦的采收期，而且油画的产期长达一个月。今年的白露是伫九月七号，中秋节是九月十号。对文旦农民来讲，如果要伫这么短时间来进行采收和销售，压力是非常大。也看过了中秋了后，油画的滞销。为着鼓励农民，农委会甲地方政府特别甲知名量贩店合作，伫中秋节前后拢推出在地农畜产的推广促销活动。对现在起到八月二十九号，民众伫全台湾的量贩店、分店、甲超市购买指定期货，也是国际调味包装的新鲜蔬果，消费满五十块，就会当以九块的计数来加购一粒文旦，而且全台湾限量三万粒。大家都知道，今年的白露跟中秋只有短短三天的时间，我们在文旦的这个贩售的压力就会比较的大。家乐福呢，它推出了许多的这个特惠的活动。包含呢，我们买鱼，像我们的石斑鱼、白带鱼，然后我们的台湾鲷，还有竹夹鱼，还有我们的石目鱼。如果你在家乐福买50元以上呢，就可以用9块钱来做加购我们的文旦。油画是营养价值真高的国产水果，高钠富含膳食纤维、蛋白质，也有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其实会当放真久。农委会强调，不只是有中秋节才会当品尝油画，今年甲知名量贩店推出超优惠的加价购买活动，希望大家到店认新台票来三听台湾的农渔民。记者林玲杰台北采访报道。